台即係嚟到我哋嘅另外一場嘅決賽賽事啦，就係、是、男子手14歲以下嘅決賽，咁啊由淺藍色衫嘅 Football Academy U 方師，就對住我哋嘅粉紅色衫嘅車路士足球學校 B 隊嘅。咁啊，介紹下雙方嘅球員先。就是車路士足球學校的一號球員有鄭展樂，